最重要的是要在足部，嗯，足部只要温暖，它气血才会顺畅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个要不要把它关起来？好好好。你看我，嗯嗯，我，你看到我一辈子我都穿这样而已。嗯哼，夏天哈，来，我可以看一下。那有凳子，要不要坐？没关系。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有一个温热器？啊，有。这边有一个温热器。有。两脚都有。嗯。而且我穿这样，我已经在流汗。嗯。所以足一定要温热。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上焦火旺，下焦寒，所以上焦的疾病，只要下焦温热了，气血顺了，自然就改善。好，所以呢，就像老人家。我们很简单的，要怎么样跟它保暖？我们怎么给它保暖？哈，而且呢，又安全。好，我们就把它放，这个也可以定温，这个定温要定在42度就好，不能定太高。那怎么定法呢？好，这边是一个绿灯，嗯，这个绿灯就42度。嗯，好，那如果我们要高温的话，绿灯变红灯就是高温。嗯哼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般正常用低温就好。嗯哼，一、二、三，放开，好、嗯。所以呢，我们一样，那这个要怎么样的去应用？好，我们就把它打开以后。对，老人家也是42度嘛，度我们年轻人也是42度，老人也是42度，对，不需要低一点吗？不用，42度。这样就可以，甚至如果要比较低的话，对，我觉得它是我们要穿两双袜子哦，穿两双袜子。好、哦，那我来教你们两双，如果没有两双袜子，这个叫布套。哦，好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嗯，布套放进去以后呢，这样的话42度就绝对没有问题哈。嗯，因为不，如果让它在那个。就很糟糕，我们这样就把它逐步保暖。好，这样让它常常保暖就好。好，这样整天的给它保暖，两脚都一样，包括说我们现在的人都一样。嗯，不管是只要手脚冰冷酸痛啊，这些只要甚至耳鸣心律不整，只要你温热了以后，身体能提高0.8到1度的话，心律不整，心悸，它就完全改善了，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不了解，所以我今天来教怎么样照顾老人家，好、啊，包括我们要怎么按穴道，啊，穴道也很重要，脚会无力，我们在膝盖的下面，阴陵穴跟阳陵穴的地方，只要这边把它上下按摩一下，啊，揉一下，阴陵穴跟阳陵穴，这边按摩一下，他脚就会力气就会出来。啊，再来呢，我们在这个啊，我们的膝盖上面内侧这边呢叫做血海，我们手这样按摩一下，好，这样按摩血海这边按摩，有点痛痛的，常常按摩就可以了。再来，我们呢膝盖无力或肌肉紧绷，是我们大腿这一块的肌肉紧绷以后。因为我们身体是一种收缩组织，只要你没有用所谓的延展力大于收缩力，那我们身体会一直萎缩，筋会一直萎缩，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筋啊，这些都是所谓的收缩组织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动？你越动你的身体越好，所以你不动躺着那就很快老化的很快，而且会萎缩很快。所以呢，我们像这个脚没办法伸直，这个已经严重的肌肉收缩了，所以呢叫做萎缩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按摩？这样按摩，按摩完以后他脚就软，也会比较软。好吗？会痛哦。那个是什么穴道吗？是这个不是穴道，这个是整条肌肉。哦，好，对，好，而且呢有方向性吗？没有方向性，你画用画画圈圈的方式，好，画圈圈的方式叫做舒缓，好，舒缓它。所以呢，这个就说一定要做，不要怕会有一点点痛，啊，要不然我们的肌肉收缩以后，它就会变成了退化，
然后我们所有的肌肉纤维都会粘连，一粘连以后，那阻抗就大了，循环越不好，收缩更严重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这样慢慢的，啊，来，哎，放松哈，我现在慢慢把它按，它等一下就可以慢慢放松，啊，哎，这边我给它按，啊，要不然的话，它脚这样它越来收缩越厉害。所以一定要每一天要把它延伸延展力一定要够，好，不要说哎呀，它这样拉的话有一点点痛，不能怕痛，痛一点点痛可以，但太痛的话它会不舒服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让它有点痛。我们在练瑜伽也一样，练瑜伽为什么要拉筋？拉筋就是让那筋软，它的延展力要够，它的身体才会柔软，啊，那一柔软以后，我们的气血就会好。要生病的机会就很少，啊，这个是要有方法的。然后呢，脚温热以后，我们本身来讲，我们的尾中，啊，尾中这边也要常常给它按摩，啊，尾中要按摩，尾中还有承山穴，啊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按摩的时候不懂，以为外表擦一擦就好，啊，揉一揉就好。要揉到位置，好，我们要讲的找到开关，好，所以很多穴道是我们的开关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涌泉，涌泉我们常常会给要给它刺激，好，看，好，涌泉要给它刺激，啊，会痛啊，你看我涌泉，我一只手指头而已，有没有？来按摩一下，它就很痛，所以涌泉是一个很重要的穴道。失眠也好，酸痛也好，啊，只要按摩，啊，让它痛一下没关系，啊，因为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肌肉神经。哦，好了，好，你放松了，放松哈，你再放松，再放松，来没关系哈。所以我们本身来讲，老人家照顾老人家，一定要懂的方法。啊，一定要懂的方法，对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最简单，每一天大腿外侧要给它画圈圈按摩，好，然后呢，脚这边一定要保暖，好，那再来，我们涌泉穴，每一天有空就给它按个几下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对老人家的身体循环、神经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帮助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最简单的，一个保健，包括我们正常人也一样。我常在讲的，只要你一天花三五分钟，你这辈子不会有退化性关节炎。但是现在的人的一个观念都错了，要等到不会痛了，那才想要去治疗。那有时候要治疗，可能一天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复健。那这种复健是在家里做就好，方法对了，那。根本不用，啊，一定要做什么啊，换膝关节这方面。但是人就一个很最大的毛病就是懒惰，还有就是怕痛，一弄一下啊很痛，他就不做了啊不做，越来收缩组织越严重的时候，那老化的更快，他是回不了头的一条路，啊，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方法。好，这样。